摄影师穿紧身衣拍照，这样拍照好犯规，整天都没心情工作了。小弟发现正妹摄影师星光奈奈脸书中分享了一张超辣的紧身衣，奈奈拍摄的很多照片小弟都观赏过，真的超美的。虽然小弟是外行人，只能观赏到美丑，技术方面就不行，惹 XD。 有些照片也是男生们喜欢的照片，男生应该都懂， XD 不清楚的可以去他脸书欣赏啦。今天小弟分享的一些都是奈奈本人的照片，不多废话，来看图哦。摄影一词是源于希腊语光线和绘画绘图，或两字一起的意思是以光线绘图。摄影是指使用某种专门设备进行影像记录的过程，一般我们使用机械照相机或者数码照相机进行摄影。有时摄影也会被称为照相，也就是通过物体所反射的光线使感光借着曝光的过程。有人说过的一句精辟的语言，摄影家的能力是把日常生活中稍纵即逝的平凡事物转化为不朽的视觉图像。在进行照相时，光通过小孔，更多时候是一个透镜组进入暗盒，在暗盒背部相对于光入射方向的介质上成像。根据实际光强度和介质感光能力的不同，要求的光照时间也不同。在光照过程中，介质被感光网友回应，谁才是主角呀，太抢镜了吧，还是乖乖戴的口罩吧，真的大家的审美观都不太一样哦。其实是蛮漂亮的啦，不能太挑， XD 背影真是用来幻想的。摄影技巧，摄影技巧是指摄影作用的技巧，使用后可以使拍摄出的图片更为美观。摄影 Photography 一词是源于希腊语 Phoenica Phos 光线和 Gamma-Lunar Flight Graphics 绘画绘图，或 Gamma-Lunar Flight Graph。 摄影是一门技术，同样也是要经验的积累。真正的摄影家所具备的能力是把日常生活中稍纵即逝的平凡事物转化为不朽的视觉图像，因此在光学摄影的过程中就必须要掌握相应的摄影技巧，这样才能拍摄出令人称奇的美丽照片。